四个月比特犬对战成年卡斯洛犬，谁能取得最终胜利？小比特发动了猛烈的进攻，卡斯洛犬渐渐体力不支。不得不说，小比特仅仅四个多月大，战斗力还是非常彪悍的。咱们看看最后大黑狗卡斯罗能否反败为胜。小比特犬越战越勇，这是一只巨型比特犬，目前仅仅四个多月大，成年之后体重估计八九十斤左右。而这只卡斯罗犬目前已经有一岁多，体力方面卡斯罗犬占绝对的优势，体重几乎比比特犬重一倍。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比特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不得不说，比特犬果然是巨型斗犬，战斗力不容小觑。才刚刚 PK 了一分多钟，卡斯罗犬渐渐有点体力不支，比特犬意犹未尽，还是想发动进攻，但是卡斯罗犬已经无力再战，只有防守的份。小比特见对手确实是太弱，最终放过了卡斯罗犬。